浪费。你知道当个主播现在竞争有多激烈吗？要是有了这些视频，我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好恶心啊！绿色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呀？这可能是什么植物的果子吧？哎，你不是饿了吗？说不定可以吃。你有病吧？要吃你自己吃，你赶紧找个地方把我洗掉啊！快点。